滚开了不？我就滚开了，没事，滚开了，他打了你，没事，滚开了。 大学生吧，对，肯定是大学生，专科，本科毕业的，没有这个本事的干，但是那根本就不行。这比较炫了，啊？我跟你说嘛，不是专炫了，人家学外语的呀，知道吧？不是学外语的，嗯，其他专业的。专业的。 看人也挺好的，那肯定要应聘个英语教师。嗯，估计现在招生开缺人。平常你们那个地方的一个月开多少钱？啊，给这个女的开多少钱？这个他考虑一下。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工作，所以说。哦。医生对。 啊，这也是我们一个教授，我们原来的几个义务教学的一个教授。嗯，说话了吧？又开始写字了。我一看到这用的英雄，嗯，但没事嘛，就会。哎，现在太不错。这怎么这么画不熟？ 吃饭的闷头，这不是。吃一边的医院吧。啊。